呢啲系大闸蟹，好好味噶。佢哋啲壳咁硬，点食啊？有办法嘅，嗱，食大闸蟹嘅用具：大力剪、匙羹、蟹签。首先用大力剪剪开蟹脚同埋蟹钳。蟹脚方面，先剪开第一节，然后剪咗中间嘅关节和第三节嘅末端，再用蟹签穿入第一节嘅蟹脚里面，整条蟹肉就可以伸出嚟啦。然后打开佢尾部，将蟹肠取出，呢条就系啦。之后打开蟹盖，剔除咗中间部分嘅蟹胃、食蟹黄，再剔除咗蟹心。蟹心系蟹中间嘅六角形。嗰塊少少嘅蟹肉，因為蟹心非常寒涼，我哋唔會食嘅。然後清除蟹肺，就可以用大力剪打橫咁剪開蟹身，蟹肉就可以利用蟹籤嚟食啦。就係咁樣，整隻蟹黃、蟹肉食完都可以完整咁砌翻隻蟹形出嚟。哦，好易啫。好，我哋就買啲大閘蟹翻去整嚟食。好香啊！